你怎么解开了？我把它弄晕了，然后踩那个凳子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看一下外面还有没有人，我们悄悄的看一下。小朋友，快点，快点起来！我们小朋友也抓。对呀，跟着姐姐们哦，小心一点。我去看一下先，别动，小心点哦。风这么大，把门都吹开了。有人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小朋友，你们先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等一下，姐姐们叫你出来，你再出来。要是我们没叫你出来，你们千万不要出来哦。嗯，去，快点，快点。现在怎么办？把它拖过来，把它藏住先。棍子给我，你在这里，你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刚才看到了，进里面那边，我拿个防身。心都是黑的吧，连小孩子也不放过，简直就是我被他们抓这里都饿了两天了，像这种人简直就是目无王法。他们谁叫醒他们，看一下他们别的地方还有没有被关押的。醒醒啊，还睡啊，跑什么跑、哎、你干什么？哎，你个电线杆啊，你想干什么？把你的狗一起去，把你喂吧。哇，他妈的，你个歹毒官，快把我放走，给我解开。解开？你想什么呢？帮你解开啊。就是不帮我解开，想让我你抓我们的时候怎么不想要放过我们呢？还帮你们解开，不抓你我们怎么无往不会啊？怎么住别墅开窑的、啊、你们有手有脚的不会自己去奋斗吗？啊，现在不是在奋斗吗？啊，抓人脉就是我的职业。你不要在家是法治社会吗？你们那么嚣张啊。我不嚣张，我不嚣张我还怎么混呢？ 啊竟敢藐视法律，像你这种人法律脉、啊啊、你那还冲啊，居然敢打我啊！然后我就弄死你，把你做成圆棍。哎呀，那个嘴巴还那么嚣张啊！两个电线杆啊，收不拉几的话还敢逃跑？赶紧的，说别的地方还有没有被你们关押的？快点说。说什么？没有。说不说？说不说？没有。啊！说不说？真的没有，没有。打死我也没有。那说，叫醒他。喂。干嘛？天亮了。对啊，天亮了，就是天亮了。什么情况？叫你在里面看着呢，你在里睡觉，人都跑了。行了，你们快把尸体搬回去。搬回去？你觉得可能吗？为什么不可能啊？整个山头都是我们的人啊，这里七八个窝点，大门还有养了几条狗，没有七八个窝点。外面还有小弟怎么办？他们跑不掉的，你怕什么？惯犯来了，快把自己绑回去，奉劝你们，各位，绑不绑？抓我们就算了，连小孩都抓，你们的良心是不是黑的？
良心，要什么良心？这世道要什么良心啊？我的心是软的，不是凉的。要是杀人不犯法的话，我非要挖你们的心出来看一下是不是黑的。就是你们一个两个啊，再给我嚣张哦，把你们全部拉到我床上，就给我暖床。他妈的！啊啊啊！你想得够美哇！你想吗？啊！你们两个这么泼野，啊！快点把我解开，我放开你，把那两个小孩子给我带回来就行了。看来他平时嫖多了，非要让他们绳之于法，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。得让他们再跑好了。你干嘛？你干什么？解开！今天晚上。你那个手再动一下，然后就废了你的手。啊！啊！这样子。你个红婆娘，打到我了。我要你们再点啊！报警！给你机会，别摸我的手机！妈的，敢动手机啊！抓住他！快点！喂？你想乱动啊？110吗？我要报案。对，有一伙人贩子把我们两个女孩子，还有两个小孩子，抓到这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这里。他说外面还有小弟。对，窝点他们还说有七个呢，你们要加倍警力的过来。好，千万不要放那个警笛声，要不然等一下他们偷跑了。你按照这个手机定位过来，我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。对，这手机是他们的。好，赶紧的。好，谢谢啊。就贿赂他们。行了，你们。打电话过去说报假警，我大哥那边房间那里有50万，你们拿了，把我们放了，我们走人，我们也走人。那个赃款你还是拿给警察慢慢交代吧，你啊。对，那证据来的。你这女人怎么一点都不懂得持家呢？啊，你拿钱回去补贴家用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把我们放了就行了。那些黑心钱我们怕花了，晚上那鬼敲门，我们赶紧把他们打晕，然后我们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吧。要不然你那么大一个人，你怕鬼干嘛？把那个小弟进来我们就完了。是啊，快。干嘛干嘛干嘛，小朋友快走啊，小朋友快点，我们带你们去找警察叔叔，让警察叔叔帮你们找爸爸妈妈，快点去。